各级媒体代表先后实地考察了珠海连州通用机场、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石龙村天天电锦民宿和珠海大话西游梦工厂等重点旅游项目，详细全方位了解我区的特色旅游资源。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倾斜，全要素配合，全链条推动，全渠道推广，全面提升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目前宋城演艺度假区已动工建设，十里连江、接峡庄风情小镇、玉温泉二期等重点旅游项目推进顺利。考察中，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和珠海大话西游梦工厂两个即将投入市场的项目吸引了不少人关注。看了所有的景点，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我们阳江离珠海东门很近啊，来这里旅游是很方便的，不错。下次我们一定要组织团队来，啊，希望我们下次东门再见。我们还是带很多客人过来的，因为现在很多客人都要去那些比较有村乡村是吧特色的地方去看一下，然后到乡村去旅游的话，感觉那个空气清新，而且很有比较休闲啊。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汇集了低空体验、科普培训、创意民宿、休闲农业、岭南文化和油画艺术体验等斗门特色旅游产品，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行业资源的对接合作，宣传推介斗门旅游新产品，共谋斗门旅游未来新发展。